大家好，就是我想把这个 Markdown 里面的这些代码呀，把它格式化，也就能够设计的漂亮一点。然后我用 VS Code 在网上查了很多办法，最后都不行，都没法这个设置。比如看一下啊，这个现在它这个 Markdown 的，比如默认的。编辑器，我选择了这个，选择这个，然后我在这里面按那个什么 Alt Shift F 也没用，或者我就用右击菜单，那格式化整个文档没用。然后呢，这个格式化位置，比如这是不同的 Markdown 的那个编辑器，最后都不行。就根本没法那个，我不就选中了，然后格式化选择一下，一对他说这扩展被配置作为，但它不能格式化 Markdown 文件，为什么不能 Markdown 呢？那我把这个改一下，不用这个，用其他的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用这个，我把它选择。他又去选这个扩展，怎么这个被配置，但不能格式化。那我得选择这个呢，弹出来选择这个都不行，搞不清这个 VS Code 的这个软件特别难用。当年它有的外观什么看着挺漂亮，但是我就比如要它这个特征，找了半天，然后。都没用，都没法格式化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因为我这个 VS Code，就是不用了，懒得用一下，基本上不用，没用过。